都会敲我们寝室的门，打开门后，你一瞪不瞪地看着我们，谁问你话你也不回答，过一会儿就会转身走掉。刚开始我们都觉得很怪异，但因为你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，所以慢慢的我们都习惯了。这让小鱼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可是并没有什么结果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一直带在身上的护身符丢了，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这个护身符是小鱼从小带到大的，一定是他在梦游过程中扔掉了它。这让小鱼大惊失色，连忙去找他的一位邻居。这个护身符是这位邻居给他的。小鱼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他神色怪异地看了小鱼一会儿，就严肃地叮嘱小鱼千万不要回学校。他说，你最近是不是得了梦游症？我们通常认为梦游症只是一种病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人有三魂七魄，梦游时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你的魂魄做的，因为有我给你的护身符，所以你的魂魄才能回到你的身体，你才能够在第二天醒来。这种护身符只能给你一次，现在护身符没有了，你的魂魄很可能会回不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暂时不要回学校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道，像你这种突然患上梦游症的人，一般都是鬼魂在作怪，但是鬼魂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上一个人，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情？听完他的话，小鱼的冷汗冒了出来。一周前，我很晚才回寝室，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男生向我走来，他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，见到我就像见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问我一号宿舍楼怎么走。我疑惑地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宿舍楼，确定那男生是在开玩笑，我突然有了恶作剧的想法，便指着远处一栋废弃的教学楼说道，那就是。他竟然看了我一眼后就飞奔而去。我本来想叫住他，告诉他刚才说的是一句玩笑话，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他。谁知道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听说有一个男生昨晚猝死在那栋教学楼里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和他有没有关系。你最近就别回学校了，别人问起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，你就说是在住院治疗。几个月后，小鱼的梦游症竟然不治而愈，于是这件事他就没放在心上，以为不过是一个巧合。这时，小鱼突然想起那位邻居对他说的一番话，有的人夜晚走错路只是单纯的走错，但那些体质弱的人明明走的是自己记忆中的路却还是会走错，那就是鬼魂在作怪的缘故。在鬼魂的迷惑下，人往往会看到一些幻象，人很难从幻象中走出来，他们的魂魄会永远留在那个地方，直到找到下一个替代者。